生活就这样，就这样过生活。不怕，太棒了。上上的这个接驳车加会加多少？果真是开始当社畜的孩子，一上车就开始担心荷包。Check in。嗨，我们今天坐飞机了，我们离开台湾本岛，来到了澎湖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呢住的是福朋喜来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住在十楼，来看一下房间。首先呢，进门之后右手边是浴室。浴室进来呢，它有一个很大的淋浴间，真的蛮大的。对，然后洗脸台跟这个是踩脚巾，然后吹风机。备品的话在这边，齐全的备品，牙刷、浴帽、漱口水，还有梳妆组两套，跟梳子、刮胡刀。好，然后它这边有一个身体乳液，是 DP， 叫做 Desire and Passion。好，那马桶的部分呢是免治马桶。它的那个是在墙壁上面，按钮是在墙壁上面。好，再来。好的，然后我们从浴室走出来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置物的架子，可能可以放一些进来房卡啊什么东西的。好，那我们再进来衣柜，还蛮大的。它还提供蛮多个衣架的，然后就是保险箱，还有洗衣服的，还有擦鞋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下面就是消防的用品跟鞋吧。OK， 然后呢，进来有一个行李台，算还蛮大，我觉得应该至少可以放一个，比如说27、28寸啊，然后再加一个小的，应该是 OK 的。然后下面呢，它有提供拖鞋，它拖鞋算是比较厚的那一种。对，然后是体重计，再来到了我们的电视区，电视区这边有两个可以拉的这种平台，就反正要放东西就可以放，蛮多空间的。然后呢，就是。有一些咖啡、茶、四瓶水跟杯子、热水壶，然后电视是 Samsung 的电视，再来就是一个办公桌。好的，然后我们是两张双人床，它应该是一般 size 的双人床啦，没有加大的，就是如果说两个人睡。女生体型小一点应该是很 OK 啦，男生可能会稍微觉得一点点挤，但是也还 OK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飞利浦的，然后应该有灯啊，有吗？这什么？哎呦呦呦，哎，它可以调整，这个好像有闹钟哎，那应该是一个闹钟。OK，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窗外的景色好了，它其实比较。厉害的房型就是一看出去就是海，但是我们这边是街景房啦，所以中烈池房哈，那是中烈池啊，真的、哦、啊，对耶，是中烈池。嗯，好 ，OK， 反正总而言之，我们是面街景，对，可以看到澎湖县立田径场。嗯，对。那如果说它是就是比较高级的房间，就是比较贵的、啊，就是面海景，就会面南海游客服务中心那边的港口。然后你就会觉得哇，看出去窗外就是一片海景的感觉，对，应该也是不错的啦。但是就是再加一点口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福朋喜来登就介绍到这边咯。浴室的玻璃有一个叫做
玻璃窗帘的功能关。真的是蛮酷的。好的，为各位介绍这个喜来登的早餐。那早餐的话有自助吧的部分，但是因为我们昨天有吃了，昨天我盛了这个海鲜粥的部分。哦，我一定要讲，这个昨天没有录到，我一定要讲。这个海鲜粥啊，它的料真的是多到你的蛤蜊啊、虾啊，然后整个就是超级丰富的。海鲜粥是自己盛的嘛？自己盛的，所以你可以塞一座山都可以。哦，可以。然后料就是任你捞任你捞。然后面我还没吃过。好，我要先讲昨天没讲到的海鲜粥，它的汤，它的汤。跟昨天一样，真的是鲜，就是鲜这个字。就是一般我们早餐吃粥的时候，就是很单调无趣啊，你一定要用什么肉松啊，或者什么豆枣啊、面筋去提味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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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这个本身哦，整个蛤蜊啊、虾啊，然后饭整个就搭配的超完美。对，这个我觉得就是早餐的部分可以盛个三碗都不嫌多。推推。然后再来是面的部分，面的话我昨天没有吃到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汤跟这个海鲜粥的汤不太一样，海鲜粥比较浓一点，那这个是清汤的部分。然后还有蛤蜊啊，有花枝丸啊，花枝，对，然后哦，生蚝呢，生蚝也不错，喝喝看它的汤。嗯，比起这个就比较淡一点点，对。它也是爽口的，就有点像蛤蜊丝瓜汤啊，蛤蜊丝瓜汤，就是不会到那么鲜，对不对？然后面的话，还是面线。嗯，它的面线不会很软烂的，它是有 Q 劲、有嚼劲的，所以它应该是因为就是面放下去，然后之后它汤盛一点。所以它不会泡得太烂，然后或煮太久，就是它是最新鲜的。因为你看那个，这边看不到那个厨师啊，他就是每盛一碗，他就会放那，每盛一碗就放那，每盛一碗就放那，然后就是要的你就自己拿一碗。对，它不是这种，就是自己盛的，对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它面线五分，我会给到四点五颗星，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面。就以前对面线的印象都是那种嫩嫩啊、软软烂烂的那个，对。但这个它是有 Q 劲、有嚼劲的，对。然后它的料也都是超实在，就是它的料都是鲜一直到。对 ，OK。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要料丰富的话，你可以点面。海鲜都是只有海鲜、那个虾子跟蛤蜊而已。但你要料很丰富的话，你可以选择点面。那或者你可以都成，OK。
敌海景。下面的是统城饭店。哦。Hotel。然后这就是无边际泳池。哦。哦。哦，你要飞了。这是谁的吗？好像是这边付的，没有人理。对啊。感觉还不错。它还是会掉，所以不然。